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开始了比赛了。好啦，香格里拉集团十八区杯的决赛，再一次介绍下啦，八支参赛的队伍，第一线有葵青，最靠近岸的是葵青，第二线是沙田，第三线是屯门，第四线是西贡，第五线是北区，第六线是大埔，第七线是中西区，第八线是南区。哇，咁啊，见到而家咧出到嚟啊，大家水花四溅啫嘛，咁啊。在球段呢，首先比較佔優呢，似乎就是第三線的屯門，還有呢就是第五線的北區，暫時呢現在在球段是領先的，不過呢不遠處還有四線的西貢，稍微落後呢就是第六線的大埔，咁啊，見到沙田而家喺第二線都上緊嚟噶啦，外江第七線嘅中西區同第八線嘅南區咧，起步又稍微慢咗啲，咁啊，仲有靠近岸嘅葵青咧，而家就喺中游位置啊，咁啊，暫時領先啊，去到中後段都係啦，紅方方五線嘅北區咧，而家就喺第一，另外第二名咧，成績平一暫時差唔多喎，大家速度，三線嘅屯門，四線嘅西貢，仲有外江哇嚟緊啊，七線嘅中西區開始發力啦。第三，